因为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，2023年是 AI 的元年。AI 呢非常智慧，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，所以呢，汉语老师他的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变化。今天呢，带大家了解一下。我呢会在我的网站上，还有那个 Facebook Globe 上面呢，给大家提供丰富的资源，很多很多的，包括视频课程、PPT、PDF 一些文件，还有图片、音频啊、audios 啊，让大家呢免费的学习。我说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，就是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学习的人，你可以学汉语 at zero cost 啊，就不用花钱啊。我会提供这些给你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定制一些课程啊，尤其是针对成年人，我会给出这样的定制化的课堂。就是你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上什么课。比如说，你要参加一个中文的面试，你告诉我你准备去应聘的是什么工作，然后我会定制一些内容，一个帮你去熟悉你的工作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帮你去怎么去应对这个面试。比如说你是在一家中文公司工作，你告诉我的行业、你工作的内容，然后我们学习你工作中常用的汉语。如果你是去中国旅游，哎，学一些旅游相关的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你学习更有意思，你更愿意去学，你学到的东西也会马上会用到啊，这个非常有利于你的汉语的学习。还有我还制作了一个话题库，哎，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内容话题，跟我练习汉语，还有呢，就是针对孩子的，孩子呢，因为他缺乏主动学习的能力，需要的话，老师去鼓励他，去引导他学语言，能够帮助孩子去训练他的大脑。那一对一的课呢？我跟孩子进行交流，你能够提高孩子的这种交流的能力啊，他的情商啊。